拒绝烟害，享受纯净生活 ，No Cigarette。台北市长蒋万安合体艺人台志源，但怎么话才说完，人就往右边倒，差点失去平衡。会有这样的另类互动，原来是台北市政府邀请台志源担任拒烟大使，共同拍摄广告，将台北市打造成一个无烟害的城市。只是先前台志源才酸溜溜的说戒烟不是戒严，虽然戒严他们家发明的，而身为蒋家后代的蒋万安被问到此事，大气回应，表示台志源有他幽默表达的方式。而这回两人为公益首度合作，邀请大家加入拒烟行列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